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嘛，芦荟汤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会那个不成立。有短暂组一个团体，叫芦荟汤。叫芦荟汤。可是我是被那个 Tony Chan 骗去的。你要感谢 Tony Chan， 我们芦荟鸡汤一走红，一上报，对不对？一组这个团，不是。可以说看分手擂台。你那时候请记者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跟我说记者两个字。我们今天比赛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我跟你讲。你们两个人握手啦，拜托啦！不是，他宣告你，他跟我握手，你搞不清楚状况，是你的问题。我的一颗心梦幻，献给一个人梦幻，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，或者经常的。还有这个梦幻。鬼来了，还是要钟馗来闯。有哎，不用我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有有，哎呦 ，Oh my God！ 哎呀，慧芝姐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想念宪哥，当然有了。慧芝姐最近都在忙什么？什么？你最近都在忙什么？拍什么？我你差不远。我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？忙什么？我们又没有忙什么，我都把关在房间听歌而已啊。听歌，难怪一生你呢，又是我不珍惜，我今生一寸不好的。后来有遇到王世贤吗？没有啊，你说你要请王世贤来都没有。有，下次安排一集。我后来请他来的时候，那一集你刚好没空。你为什么要他跟我讲呢？啊，你到现在还是在爱着他。Yeah。还是很帅，对不对？当然比你帅了。无言无忌，而且你们跟慧芝讲话要很小心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嘛，芦荟汤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慧芝心里容易受伤。有短暂组一个团体叫芦荟汤，叫芦荟汤。可是我是被那个 Tony Chan 骗去的。哎，怎么说骗呢？没有，你没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是利用记者会，然后把我骗去做要组这个团体。芦花，你要感谢 Tony Chan， 我们芦荟鸡汤一走红，一上报，对不对？一组这个团。当事人之一慧芝，你怎么看？说对，当时有告诉你芦荟汤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说什么？你说对了。现场有没有那个翻译？有翻译吗？有翻译吗？我当翻译。是，你说。板哥，你要不要来这里？我爱的冰秀，芦花，你来这里。再请我们去。好，一人站一边，一人站一边。好，开始。我跟你讲，非常的难。我们的，我们也很难。我站在中间，我也很为难。我所用我讲给你听，我所中华人跟你用这个一黄两后，对不对？我们芦荟汤，他们两个不合，你知道吗？但你刚刚讲芦荟汤，那你又说有芦荟鸡汤，到底有没有鸡？有鸡，有鸡，芦荟鸡。我跟你讲，有鸡，真的有鸡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那时候请记者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跟我说记者两个字。我们今天比赛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我跟你讲。你们两个人握手啦，拜托啦！不是，他宣告你，他跟我握手，你搞不清楚状况，是你的问题。好，两位以后两位老死不相往来了。是。